刚才其实是被我们惊吓，他应该已经抓到了，只是被我们惊吓。在研究是吗？没有，被我们惊吓，他就掉了。脚跑得好快哦，好累啊！会跑好快哦，跑比我们前吧。如果我们把蜘蛛能掉下来，它又跑下来，这样对不对？它好像后面有一只眼睛一样。它的巢应该在那里面，对不对？还在上面。我不敢住这么高楼层。